请收看《卫星世界》礼运大动篇。十方圣地仙，大家好早，咱继续来讲解《礼运大动篇》。礼，是咱人心安的原动力。但是要心安，咱一定要安心，由外向内。要安心的，事业努力。打拼，人和人中间，尽量会当忍，会当让，忍甲让的人，永远是成功的。我每次到台东，证明小弟，哈明定大师，哈因家呢，伊的道场，伊的寮房内面。啊，伊个师傅啊，甲写种多一大字，忍让，忍甲让，确实是咱人上好个安心法门。若是一个人，袂晓忍，袂晓让个时，即就叫做无礼。无礼个时啊，咱人心一定袂安。时时努力精，得道精等等。那么那个大自然之间呢，咱爱好好啊，了解大自然的调和，咱爱融入大自然的调和，就是风水。所以本宗门上基山仙佛寺，咱仙佛寺环境是真水。也是非常的清净。礼拜拜六真多游览单位啊，啊，各社区单位来到仙佛寺来拜佛。我上去山仙佛寺所种的树啊，上真多。人家问师傅啊，你是安怎种遐侪树啊？我正常，人爱正常嘛。我是嘛正常。恁来的时，恁嘛正常，所以我在咱易经大学入八甲，即即叫做正修。欢迎呢，恁各位会用来参加咱的执事，社长啊三公笑三笑的，啊恁会用来参加，大家一共同来保护这个水土。啊，咱现在易经大学虽然还未起出。真大栋的建筑，但是诶，咱除了着易经风水学院、江苏的区以外咧，咱本体建筑附近，哈区内，咱着种真侪即个相，哈、哦，即、這个相咧，予大家会当来个安定每人的心，哦，即咧嘛是咱的美化环境，即都是咱对大自然。咱唔通有所来互相受迫害，即间就是咱的一间大学，一间风水学院的建筑，现在拄啊积极在建设。好、哦，咱这个区域边啊，哦，咱种真济，有诶朴树菊，哈、哦，也有现在油菜花啊，东西在开，好、哦、欢迎咧。咱各位咧，咱闹迎礼拜者，咱会用来南投，哈、哦，南投区咧文化院咧，文化路七百空巷内底一间大学者咧，哈、哦，咱来欣赏龟山的菜籽花，
哈，即咱拢是水土保持。现在即地哈是咱一间大学哦，伫起哈伫即边哈，咱是阿摆才起一栋真大栋。啊，现在呢，咱已经先做水土保持，好，大家有时间来先欣赏这个花。啊，嘛是予咱以礼相待，来对待自己的心灵，咱照着目睭因缘来参与山河大地的美化，这嘛是礼。所以咱需要人甲人中间的礼以外，咱爱对水土保持一个礼也共款的重要。咱的厝的环境周围，咱若无这个礼来对待着以风水发展的时，咱心都有病，啊，咱的环境都有病，对啊，啊，肺荒废去啊，即只。病，环境有病，咱人入去内底，咱就有病；咱的心有病，咱的事业都有病；事业有病，家庭都有病；啊，家庭有病，社会都有病；社会有病，国家都有病；国家有病，世界都有病。哦，这是一个真简单的道理。所以我要啊，师父啊，你能讲风水？你就是无了解真理，智慧无够，你才讲你是安那安那讲风水，风水的法则包罗万象。啊，你的对象啊，对待环境嘛是你，所以咱大家要有一个真正确的观念，咱大家爱来保护环境，咱大家呢爱来。哈，咱的互相，人甲人中间，哈，咱的社会的环境呢，哈，咱爱来好好来保护，这嘛是咧。尤其咧，咱伫去年五月七号开始发动咱生活师为心中的文化地主漫画名，每一工都上《贵国先书》《天德经》《天公经》，哈，来祈祷臭氧层一直滴。好起来，直直满起来，啊！而且呢，用咱的上紧的德来补天，结果最近我看美国一个科学家呢，啊，因为观察的时候已经天破工，已经补足些啊，所以伫去年这个天气，甲今年年春以来天气渐渐恢复着正常起来。好，这嘛是礼啊，所以用礼用德来合天是大礼啊。各位十方圣弟兄，礼运大动，就是咱以礼运转咱的事业，所得到的高位，所得到的果。拢是平等，也是佛教所开示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也叫做正定正觉。阿是等于你照安尼去修行，咱照安尼去做，咱嘛会当得到心安，会当得到幸福，会当得到快乐，会当得到圆满，这拢是你。运大动，所以贵国主王禅老祖开始咱本宗门，咱爱以礼对待社会，以礼对待心，以礼来对待天，对待地，对待咱的祖先，以礼来对待灵魂世界的好兄弟，这是礼的重要性呢。所以咱每一年，吼，咱拢会举办着水陆大会、大法会，护国息灾。国家是咱大家共同的，咱所做是为这个国家来修道，为人类来祈福。我并无分讲是哪个力，
我若是有拿捏之分的时，我也对不起我的良心。哦，我对不起咱的国家社会，啊，对不该，对不起污流虚空。所以，咱爱把这个中道，依法不依人。所以，咱用这个观念、理念，就是你对待自己迄粒不偏不倚的良心，嘛是你。若是若无食，咱就一直关，一直关。一定是高，一定就是毒，一定就沾灰、荒废，哈、哦，也是邪、破病、污病的人生。所以，咱为什么讲咱的法门，除了以中华文化道统一经风水一经理妙法，方法立身，对大众以礼来相待。啊，用这个妙法真理来对待着山河大地，啊，以礼相待，对待着万生万物，咱都我都甲大自然来共存。虽然社会是咧建设，咱绝对袂去破坏风水的法则。那是破坏风水法则。我就白收诶，啊！我都甲大自然对抗，对抗的是我就逆天、逆地、逆老母甲老爸，安尼我袂好。所以咱啊，拢融入自然。各位，咱已经大学，现在已经风水学院，哈，伫建设，积极伫建设，虽然是真无钱。嘛对十方，哈，大家来照、来化缘、随喜，因为这是咱整个世间人类共同的力运带动的原动力。第二以外呢，咱呐嘛希望讲啊，欢迎各位呐，礼拜日、休困日，咱会使来南投市。好，文化路705巷直起来，都、就是咱一经大学，咱是真水的环境，花海，哈，真水的山河大地，这咱也了解，咱也用咱的智慧，一经风水的妙法，咱来创造这个大环境，嘛是你呢。那么我对这个环境要去开发的是，因为加这一点良心。太极一个金山穴，啊，这会当培养到咱足侪足侪足侪的学生，无量数的学生，未来生生世世，几千年后，照常徛伫世间地球上台湾的南投中埔，会当利益到整个人类。我做好，我嘛是你嘛，以礼相待啊。所以咱今年开始嘛，会来招生啊，咱的研究所的学生啊，若有兴趣对易经有基础的，有读过咱中文的易经的，甲风水学的，咱会使来参与报名，佮进一步去咱的深造，这嘛是你嘛用我。一心来对待各位，对待大自然，大家共同互相来对待，尊重法，尊重智慧，尊重圣贤，啊，尊重到所有教咱的朋友、老师、兄弟、父母和山河大地一切万生万物。咱要用心来对待，把放在咱心肝内底，然后好好啊用心来对待，好保护环境，保护大自然，那是你啦，那是
咱心就无变啊嘛，大自然无变，社会就无变啊嘛。另有咧，咱每一日拢有水落发挥，目的咱就要来超度着，哈，咱的山河大地、高分的幽灵以外咧，为各位来超度咱的亲人，超度咱的祖先、救贤七祖，互因会当往生净土。这嘛是咱人甲人中间，人甲祖先依礼上台啊。各位十方善知识，礼除了对人甲人中间，对家的良心的对待，非常的重要的大礼，还有一个对整个环境的保护，也是一个大礼。再来对咱的祖先、亡灵、各地的孤魂、幽灵的对待，礼嘛是更加大。尤其咱有形体，你看我都哦，阿弥陀佛。你讲念一句阿弥陀佛，你就礼足大，你知影无？尊重各位拢是阿弥陀佛的转世化身，尊重到各位恁兄父边恁的父母，多生的父母，恁的祖先，啊，你的化身，你的守护灵，啊，你兄父边若是有冤亲债主，我讲的阿弥陀佛，这句话已经嘛是真大的礼谢对待。你教我一句阿弥陀佛，我感恩你阿弥陀佛。你这个礼，比冠一冠金银财宝的礼，够较大个礼。咱凡夫，人敢若看到你来，那无冠物件来送我，哈，无冠这水果，冠这较好个物件，冠这内底有声有声有声来送我，这种拢凡夫。之类，上升之类，啊，阿弥陀佛，看你礼敬者，阿弥陀佛，这句的礼比啥搁较大。若是各位恁有天眼开开了，我看你一句阿弥陀佛，你会看到你身躯边，咱每个人的祖先，多生的父母，护法神像。冤亲债主，有冤有债要报仇的时，听到一句阿弥陀佛的时，因灵性会觉悟出来呢。这是一个足大的礼呢。若是咱个结一安尼，结一西塔费，赚两仙钱啊，做一个小小的官，咱个官嘛是全面合理的，有啥物臭样？是机会予咱做官，予咱做功德。啊，咱就爱用咱的智慧所读的，来回馈社会，回馈国家。结果咱结一个西塔费，笑死人啊！官较大地嘛看过啊，较小地嘛看过啊。咱何必要做一个官来结一个西塔费？足可怜的，足可怜的。哦，这就是对咱自己的良心无礼。咱拢唔知你遐管呢，来世间甲你讲哦，我三多好，三多好，我会当安怎？这拢是无礼之人呐、啊。所以人甲人中间互相少尊敬，互相少对待，互相少包容以外呢，咱一旦尽量时时刻念咱的脑海内、咱的心田，咱来互相少礼敬。阿弥陀佛，所以咱每礼拜日拢咧举行着全第四礼拜的礼拜日举行着全民念佛，这是啥？共同个祈求世界和平，心灵世界、思想的世界、家庭的世界、事业的世界，咱台湾的世界，
啊，咱整个人类世界，虚空三千大千世界的世界，咱拢是伫对待，所以这是真正重要的。再来咧，咱对咱的祖先会对待，咱有形的咱拜拜，咱无形咱爱用心，咱念经不要念。所以咱的先律师每一年三月二六前后咧办水陆会，恁会使就早来参加报名，这也是咱每个人依咧对自己的良心，依咧对待列祖列宗甲法界圣贤。